张泰山奥之首功出炉，截图自张泰山官方粉丝团分享。澳洲职棒阿德雷德鲨鱼队今天与布里斯本侠盗队进行双重赛，首战侠盗队一度靠林志胜的三分炮追平比数，但鲨鱼队41岁老将张泰山在五局上也扫出左外野三分炮，个人澳之首功出炉，敲回胜利打点，助鲨鱼队以6-5获胜。张泰山在双重赛首场担任鲨鱼队先发一垒手，打第四棒首打席就在一二垒有人时挥出左外野安打，送回球队一分。三局上第二打席则把球击向三垒方向，被林志胜策动双杀。鲨鱼队前两局打完先取得3-0领先，但三局下林志胜也开炮击出右外野三分全垒打扳平战局，侠盗队单局进账四分超前比数。五局上鲨鱼队在二出局后攻占一三垒，张泰山挥出左外野志胜三分弹，一棒定江山。此战张泰山四打数敲二安打，送回三分打点，赴澳之后的首功在第21场比赛出炉，而他在澳职至今合计出赛22场，敲出21支安打，有14分打点，打击率2.69。林志胜此战则是担任侠盗队先发第三棒三垒手，四打数敲的唯一安打就是三分全垒打，个人在澳职累积4轰，打击率2.93%。